郭晓文，好球，用身体狂开的防守。好，比赛开始。八一主场迎战天津，现在就是轮换上了郭晓文啊。郭晓文因为上一场在主场的表现非常好，所以呢这场你可以听到啊，场边有观众在给他加油。这些富豪在要球啊，又没有给。一脚二次篮，又是强行出手，这时候因为时间快到点了。篮板球被富豪再救回来，又一个前场篮板啊，七个前场篮板了，造成了犯规。头能力的内线，但是于纯呢是能里能外，篮下也能打。五，富豪的篮下强冲啊，就是我相信上一场比赛呢，他拿到全场最高分。只有一个助攻，犯规了。哇，哈哈，这斯特往外拉还是不进啊，击中零了。看这边一条龙，郭晓文强冲篮下，好球，哈。哎，大主说这还真管用是吧？突破会不会？会，啊、会就行。我一个基地被识破了，雷蒙好想断。看转换，直接冲起来，一条龙造成了犯规。郭晓文。其实对于天津这边来说，快攻退防呢，感觉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。啊，内线强起又被扇下来。防得不错，郭晓文，好球，用身体狂开的防守。我们下强中造成了犯规，看这球，一个变向。火郭晓文跌跌撞撞推到篮下，两分上进。这八一还是要在进攻端找到办法，就是连罚球都两罚不中，就真的非常非常困难。李宏宇怎么样？三分命中。哎呦，中距离被放空了，李荣培还是没有投中。看这波转换，三打一的机会，郭晓文直接上，两分命中。啊，这球变成罗杰斯特一个人在退防呢。把球运过半场。那么依靠罗切斯特下半场的一个大爆发啊，半场上半场得四分，下半场30+的一个表现，天津在客场实现了一个大逆转。